今天又见到刘总了。是的，今天带你去打卡武汉湘菜界天花板。天花板？对，因为有你。我最喜欢吃湘菜了。对，那个老板他是做了几十年的湘菜，在武汉非常有名气，菜品做得非常精致，待会儿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李总，哦，因为有你，小李哥就是他啊，久闻大名呢。武汉湘菜界的天花板，领先于是。啊，听说李总以前在口味堂是吧？是的，以前是口味堂的总厨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干了11年，他们自己开了很多湘菜馆，基本上家家都很火爆，菜品做得非常精致，湖湘精品菜。说的我们口水都出来了。走。去打卡吧。好好，来，欢迎走。哎呀，进来。哇，好多鱼啊，大白鲷、桂鱼仔、荷花鱼。武昌鱼。鲑鱼，这还有黄鳝呢，好多黄鳝。哎呀，这个是甲鱼，他们说甲鱼分公母，是怎么分来着？这是生排。旁边就是厨房，也是开放式厨房。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点呢，这是他们员工吃饭、员工餐的时候，好多员工啊，这还是一个蛮大的店啊。这是刚才门口指挥交通的保安师傅，吃的有点像，让我想起到我们初中的时候，啊，吃的这个蒸饭柜吃的饭。有两桌不要坐啊，每个桌子都是三个菜。这是一楼，二楼就是包房了。哎，味觉。哎，好久不见！哎，你来了，你是这边，在楼等你的。这边是因为有你拍那个菜单的场地。啊，拍菜单。我说呢，要不然这么专业，这边是拍菜单的，这位很专业。然后那个是主厨，这个胖胖的是主厨。哎，好吧。然后这边就是抖音拍摄，来，抖音大咖 ，Hello。然后这边抖音拍摄的，味觉，分开，段段。吃完了团长。大众、抖音、小红书，武汉所有的媒体，传媒、自媒体，我们这几个人聚拢在一起就全了。今天我们来打卡，因为有你啊，湘菜界的天花板。那这就是因为有你的小李哥。你好，魏姐，现在好。我们平时我们在外面打卡什么东西啊？他的号出一点什么，我都要给他钱的。但是这里的菜品好，我来讲，他愿意来，不要钱的来。是其实当时如果是他做，也是我们的，是还是我们的。对，老弟来了，陈双经过实验，那个双经实验我去过，最好的，我拍那个龙跟莲花，拍的好火。龙跟莲花是拍是吧？上万平的店，我这边好多大哥我都是他在搞。哎，我就是说他是搞得好，所以说这现在呢，就原来不认识，我们都一起的，一家都来了，我们几个人都一家都是谁要的？你们江南四大才子，他的小红书美女自然特别厉害。他的看都天天看我朋友圈，天天看我们家不点赞的，知道吧？这菜品设计的这个机子非常不错，机子非常不错。不对，这个花应该放在哪边？对，因为哪边是放这个？这个花，哎，过去一结婚了。不行，这么花我会帮助。交代一下，对，你可以这样的，包括那边一个，你从马车在顶上面，然后把这个马车拍一下，哦，然后好看，拍到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因为有你小李哥，今天特别跟你强烈的跟你分享这个湘州白鱼
讲一下嘛，就是它的口味特点呢，你这个服务员啊，你边放边讲是吧？你就说这个大白鱼的口味啊，预备开始。这个白鱼呢，它有个鳞片，表皮啊酥香，里面的肉质呢，它是细嫩啊，很适合下酒，欢迎来品尝。OK， 好。那我这开始，你就假装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预备开始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单着说一遍。再裸着接着说。对。对，开始。唐僧肉门路人运。唐僧肉门路人运。张老师。这是拍完了之后，就拿到这个大圆桌上面。好大一桌子菜，他们家的菜品好丰富啊，我感觉总有100多道啊。因为有你，菜系那是应有尽有。这菜非常适合女孩子吃啊。为什么非常适合女孩子吃嘞？美容啊。在他那边拍，我们就在我们这边拍，我们不影响。哇，因为那边的那一镜头基本用的脸。那没菜了啊？有菜，没菜了，到那边拍呀。这个菜只有这个菜，就是这边拍的。没菜上面了。兄弟啊，你的拍摄这个方式啊，你可以抽宽一点的风格啊，我呢有可能还可以稍微偏雅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你就保持你这个风格啊，好吃就好吃啊，韵味就韵味，到位到位啊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因为有你十一哥，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，今天跟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海鲜啊。黑胡椒味的青蟹，欢迎大家来因为有你品尝啊。很好，这是蛮好，蛮自然。看镜头啊，预备开始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因为有你十一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啊，风吹驴肉，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啊。我们因为你出了一款不一样的驴肉。潮水这一组。这不是问题，这没体验。对，这也是个话题。这也是个话题。每个人都是个一个人吃。然后在这儿才说，而且每天都是我喜欢吃。你们猜我在哪里？我在一线宇宙，因为有太上齐了，终于可以开始吃了。吃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青椒都蛮好吃，因为刘姨的所有食材都蛮讲究。青椒它辣，它还有回甜的口感，嫩的不行的，你来吃就晓得了。香啊，真是香，蛮脆啊，青椒蛮脆，到位，盘子放地，香酥鱼块，看这个鱼块，这个，不是这样吧，也不能少了，可以啊，你没在群里跟他们说吗？鱼肉。好香，又嫩又香。哎呀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爽，真是很好吃，爽不爽啊？好久没吃湖南菜了，蛮好吃，真好吃。下次再来吃啊？可以啊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老宣报，唐僧肉门路人运，椒麻妙龄乳鸽啊，青椒焖油甘菌。欢迎大家打卡啊，来做客品尝美食啊。